도초 우리 부츠강어 디바브릉언! 우! 最早感觉的世界，这是卑南族民歌之父胡德夫在《太平洋的风》歌词中发自胸臆间的咏叹，字里行间述说着这片土地宁静、优雅的身段与样貌，吹进了美丽的山谷，展开世界的地图。台湾正好位居南岛民族分布的制高点，依循着海洋潮汐的流动，源源溢注着南岛民族无穷的生命活水。台湾更是世界少数民族能在北回归线上建立如此高度文明者。由南到北400公里的地域内，以接近4000公尺落差的山林沃野，孕育了多元族群精神与物质的文明。你是你在日月星辰、阳光风雨中壮大生根，更在无数的人们关照中汲取养分，意兴风发地挺立在南台湾的艳阳下，圆圆了无数人们向往原住民族文化的梦想。园区以生态博物馆的形态坐落于排湾族意味富饶之地的爱寮溪畔富埔湾地区，成为大武山下的新部落，与邻近的排湾族、卢凯族毗邻而居。来到园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游客服务中心，以阿美族语命名此区为马卡拉范，一直吸引游客的地方也有欢迎之意。这将是游客来到园区的第一个文化补给站，主要的设施有行政中心、台湾原住民族艺术工艺部落文创美学概念馆及旅客住宿区。八把古饭区是个汇集文物典藏的地方，走进园内的第一个展示区，首先进入的是园区导览解说站，由此展开一连串的异文化发现之旅。站外则是迎宾礼炮专区，每日定时释放电石竹炮，象征欢迎您的到来。在歌谣演唱的牵引下，常引得来宾的忘情驻足。坐落于此地的文物陈列馆，则是用现代的设计配以传统的页岩石板为素材建造而成。文物馆内陈列的是以原住民族各族生活器物为展示主题，用以见证原住民族生活的智慧与生命的轨迹。离开文物馆，眼前的公益街由原住民团体原乡工作室展售各族群精致手工艺品，使园区成为台湾地区台湾原住民族工艺交流重要窗口。八角楼特展馆则是台湾原住民各族群艺术家的展现舞台，这里上演的是包括绘画、木雕、织布、摄影、装饰等作品，让无数的观赏者与作者
在这里进行近距离的对话，借着作品的意念传达，深刻地达到了真实相遇的境界。缓步向前而行，看到的是园区特殊景观设计之候车亭及吊桥，分别有排湾族的图腾，具象征设计。吊桥是过去部落与部落重要的交通连结，在此意味着穿越时空长廊，回到过去的生活情境。进入园区的建筑展示的塔马路湾区，展示着位居台湾北部、中部的原住民族群：泰雅族、赛夏族、泰鲁格族、赛德克族及东部的原住民族群：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格马兰族、萨奇莱雅族的传统聚落。建筑的格局与建材反映了地区性的建筑特色与深层的文化意涵，同时也按照着过去建筑物坐落的海拔高低，在不同的坡度上坐落有致的呈现。在这里可以见到泰雅族防御用的望楼，就地取材的南山社住家，格局分明。竹材所建的赛夏族十八儿社住家、大爱社住家，鲜明地传达各部族的文化内涵。泰鲁格族语意为山腰的平台，可居住之地。泰鲁格祖先称住在此地的人为泰鲁格族。沿着步道阶梯而下，造型高耸奇特的建筑是卑南族的少年会所，会所前方造型迥异于台湾族的秋千，这是卑南族人祭典时的娱乐游戏，男女皆可在秋千上摆荡。为彰显卑南族巫师在部族中之崇高地位，特别也展示了女巫师的住家。巫师不仅在部落中治病驱邪，更是安定部落的重要力量。世居于兰阳平原及花莲县境的格马兰族人，其族群一直采取散居的游耕及渔猎方式，并在水源充沛的水泽附近定居。经过竹篱围城的防御工事，是一大片视野宽广的阿美族区，有着大家庭式的泰巴朗住家与大港口住家。右侧则是青少年演练歌舞、护卫族人的马兰聚会所。屋内的空间配置与部落的格局样貌，凸显了阿美族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沿着由河道上采集铺成的鹅卵石步道而上，来到雅美族的部落。雅美族人独特的半穴居住屋，是为了防范台风而掘入地下。雅美族人是原住民各族群中具有最多附属建筑的族群。雅美人的工作房、起居凉台、船屋、产房、猪舍等空间的运用与配置，都为外人所津津乐道。萨奇莱雅族百年来因为动乱、流离等历史的背景，常年隐身于阿美族社会里，受到其他族群证明的鼓舞，终于完成证明仪式，族人全力投入文化复振的工作。赛德克族是由德克达雅、都达、德鲁固等三语群的族人所组成，于民国1997年4月23日证明成为原住民族群。搭上园区为游客准备的游园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象征猎人快、准、稳、勇武精神的地标艺术，将原住民勇士的战斗配备集合而成的现代意象艺术作品及一座吊桥。再向前走，右侧蜿蜒而上的是登山健康步道，是登高望远的绝妙景点。沿途中可见台湾族艺术家古乐乐的铜雕飞鱼群作品，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在山风的吹拂下微微颤动着，有如飞鱼在海面破海飞跃般的传神。顺着前往好茶部落的公路前行，来到了复古湾区，又是另一完全不同的聚落建筑形态，呈现的是台湾中部的布农族、邹族、
邵族、卡纳卡纳富及拉阿鲁哇族及南部的排湾族与卢凯族。布农族晚近时期也采用了盐业石板为建材，所不同的是，布农族人室内的谷仓占了大部分空间，因为大家庭式的生活方式，在内部的格局则较为简化。由影响国际学界盛举之《祈祷小米丰收之歌》最为外人称道。邹族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此一文化特色反映在家屋格局的配置与家屋不同的进出口，专属男性的活动空间会所，更是部落军事、政治、祭祀的中心。园区为了忠实还原会所的社教与文化功能，曾邀集阿里山达邦社族人亲手建造会所，让园区与部落更紧密的连结。位居于日月潭的邵族是一个有氏族组织的父系社会，且氏族外婚制度至今仍为邵族社会所严守，亦是台湾地区人口最少的迷你族群。卡纳卡纳富族的社会组织以父系为主，目前既有六氏族，祭仪活动则以米供祭与合祭为主。农耕是拉阿鲁哇人重要的生计方式，以旱稻与小米为主要的农作物。传统上，拉阿鲁哇族已有以农作生长为依据的立法。台湾族的亲族组织是采长嗣制度，有着严谨的阶级制度。台湾族的聚落中，贵族与平民家屋的差别甚大，阶级区别也具体呈现在个人的服装配饰与鲜明的个人命名。卢凯族的石板屋具有定居性的性格，每个家屋都有个名称，就是氏族的姓氏，也是族人间相互识别的符号。卢凯族人也有非常严谨的社会阶级制度，分为头目、贵族、氏、平民四种阶级，家庭是采长男继承。在富古湾区，由来自各族群的驻园艺术家以此为创作思考的原点，积极探索原住民艺术文化的无限可能，也共同体验创作的精神与过程。离开富古湾区，我们将前往园区的动态展示区的纳鲁湾区。纳鲁湾歌舞剧场是目前唯一可以展示原住民族各族群动态歌舞艺术的舞台，也是了解原住民族文化最好的窗口。展演形态由过去广场式与舞台结合，脱胎为完全剧场的方式，呈现的是歌、舞、剧、技的多元素融合，用具体及意象的方式展现台湾原住民族物质与精神文明。每周以单一族群为主题，鲜明地展现各族群歌舞的特色。您可以放松心情，尽情享受歌舞中畅快淋漓的美感。演出时间平日为每日上午10:30，下午3:00，星期例假日下午的演出则改为20及40各一场。欣赏完激情的歌舞之后，来到旁边的原住民族生活形态展示馆，主题展示以台湾原住民族山村生活展示，令人有走入时光长廊的感觉。以塑像呈现部落生活场景，时间仿佛在此刻停格，让人有若身历其境的感觉。园区为了让游客更能了解原住民文化，设计了文化体验的活动，分别有泰雅族的纹面，纹面象征成年与社会责任的旅行；赛夏族的摇臀铃是一种特殊意象的呈现；卑南族的荡秋千是卑南族人在收获季期间男女共游的活动，借由各地区安排的文化体验活动，让文化的内涵可以得到分享、学习，继而成为一种再生的力量。近年来，国人的旅游方式渐渐地趋于定点深度旅游及追求知觉上的满足。屏北地区的好山好水正像个大磁盘，吸引许许多多进山要水的游客前来。
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是台湾历史文化演进的主要载体。原住民族文化园区是原住民文化输出的重镇，也是文化学习与分享的场域。走访一趟原住民族文化园区，仿若一场异国情境之旅，充满知性与感性的饱足与视觉听觉的丰美，令人不禁频频回首，流连忘返。